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我们在水陆法会当中呢，在我们一进到坛城这里，会有很多服务的部分，服务台部分来服务观众同修。在这里也有遇到我们的讲师，讲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您跟大家自我介绍，问候一下。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十二届，隶属大安寺十二届，然后师父寺的我叫周心如，然后师父寺的法号是圆维，维是蔷薇的维。谢谢我们的圆维讲师，今天在我们的智慧长服务区。我们智慧长的服务区今天会有哪些法务工作？最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坛城的一些法工都是今天会进驻仙佛寺，然后很多都是智慧长，然后智慧长他们都会带一个那个智慧长旗回来，然后参加这个盛会，然后我们是功德基金会都负责收平安旗，然后就一直到我们有设个平安坛城，然后平安坛城就是一起接受一些坛城上面是我们每个支会长的地方都有一些珠灵嘛，那也会提供大家说占卦占那个合镜，然后如果说需要设灵会的话，我们就帮他们设灵会，那如果其他不需要设灵会，但也是一起回来那个参加这个盛会，那如果说需要设灵会的话，那我们这位地方会比较平安，那如果有觉得说需要的话，大家需要的话也可以画个三宝师，然后给一些珠灵他们享用，就这样子。在智慧长的部分，也是我们每一位同修期望我们的和敬平安来发心成为智慧长，一起守护这个地区的平安，所以在每一年的法会当中都会让他们来占卦，是占怎样的内容，然后来回来我们仙佛寺参加盛会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格式，每年都是一样的固定的格式，然后让大家去同修智慧长，同修然后去占，当然是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那但是因为每个地方他们地方上都有一些，有些会有像最近我们家附近就在做捷运嘛，它就会有工程嘛，那可能在工程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一块有做，像我们中门知道说啊我们要祈福啊要什么，他们就不懂，那可能就会他们就是想要做就做，那我们变可能会造成地方不灵，那我们在住的那个支会长我们就会占卦，如果说占卦这么呈现出来，那我们就做个那个连位，师父很慈悲啊，那让地方能平安，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个工队。那智慧长其实就是我们全台湾点线面，希望都从小小的地方来，希望和敬平安到整个台湾都是台湾平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讲师来跟大家讲解，感恩那个圆方讲师，谢谢阿弥陀佛。我们义工利人
人天节目，你一定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今天在水陆法会当中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师兄，我都称呼为罗哥哥。你好你好，大家好啊，阿弥陀佛，代表香港澳门向我们那个王禅老祖贺寿啊。我们的罗师兄呢，他也是在我们之前，我们在疫情之前到香港，师父有指派我们的圆准法师到那边弘法，也是您特别来帮助帮忙，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一段故事吗？哦，可以，那个非常的谢谢哈啊，也跟师父结缘，还有就是那个圆准法师哈去了香港，他帮我们香港澳门啊帮了很多的忙。啊，我们那些校长还有那些所有的功德主非常的谢谢啊，今天我代表那些香港的功德主回来谢谢我们师门王禅老祖的贺寿啊，祝师父啊而且我们的宗门哈弘扬发大哈长命百岁。而且我们罗师兄现在也都在我们的初级班正期班也一直都在学习当中啊。对对对啊，非常的感谢哈啊校长那个帮忙哈啊，能够进去了正期班30届，还有那个接受圆泉法师的那个69届初级班，啊，非常感谢哈，啊，我们的宗门非常的好，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共同的扶持，啊，能够让师父哈啊长命百岁啊，谢谢，谢谢我们罗师兄，阿弥陀佛，观美师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在服务台现场遇到很熟悉的师姐，观美师姐。电视机前面的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大安寺的住众林冠梅，今天很高兴又来参加我们甲辰年的老祖圣诞法会，那欢迎我们智慧长的话赶快请智慧圣旗好回来过炉，然后呢盖双龙印好，然后带着您的护法神将回来我们的寺里面哈，就会元神光强哈，家家户户都平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明师姐想请教，其实来到这个位置服务台都知道是我们的智慧长的一个服务区，但是其实我们观众朋友不太了解智慧长的设立当初师父的用意是什么？他就是希望说家家户户能够都平安，然后能够设万家的道场在大家的家中，然后去服务更多的我们的会员、家人、亲友，哈，都能够来，大家学易经，哈，家家户户都平安，哎，阿弥陀佛。希望能够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就近的我们的师兄师姐能够来做服务，做服务，嘿，对对，是这样子。那每一年水陆法会，我们都要邀请我们的智慧长带着我们的慧旗，智慧旗，嘿，对，然后回来哦，让老祖师尊来加持参加法会，让我们的护法神能够元神光强，然后来照顾更多的家家户户的信众会友都能够平安。是，那如果说想要一起来护持我们的维新圣教，然后也想要成为智慧长，有怎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吗？我们就是到道场去哈，申请这个智慧长的服务，然后有只要是那个我们的各道场的住持有来签名，然后申请单给功德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智慧长。那我们智慧长的话，每个智慧的会员哈都要有10位以上的缴费人员，哈，是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证书的智慧长。希望能够借有一点点心意呢，一点点力量，一起跟着师父来完成我们的大愿力，期望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冠美师姐，谢谢，谢谢，阿弥陀佛。我们在法会现场遇到我最熟悉的讲师圆满讲师，哎，你好，圆满讲师，是我的阿静，在很多法务工作上都是一起来协助完成。那今年我们水陆法会3年1次的工作轮值，我们的道场今年会在哪边呢？我们今年轮到这个供养85位的法师，所以在这个部分以往有来轮值过吗？没有，
师傅是跟我们每一个道场都有3年轮流不一样的单位的机会，所以我们的法务非常的多，必须要由我们50个道场轮流，每个道场轮流每个岗位3年，是，对，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而且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学习跟挑战，因为如果说在整个的过程要很多细部的要去考量到，对，就是首先就是我们需要有人力嘛，然后每一个单位供养的他的这个他的方式，都是要学习的，都是要很用心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再去学习，3年1次呢，到了很圆满的时候。再交办给别人这样子，而且在斋转的准备都要色香味俱全，也要看起来很漂亮哎。对啊，这个还是真的要学习。对对。那我们在我们的斋堂香积组，因为有很多信众同学，很多大家要一起用餐，所以这中间也都会有做分组吗？会，我们会有分这个供养上早供的、午供的，还有晚上的点心的，都有分工合作，分工合作。那我们总共有20多名的法工，一起来分配这个工作，有的就是煮，有的就是这个菜色的准备，有的就是说如何来把它把它放得更漂亮，色香味都要看起来漂亮俱全，然后要有人来洗碗盘，这些工作都很多的细部都是要去分类去工作的。到了香积组都很敬佩，就是我们的大厨们都会把我们的料理都煮得非常美味的感觉。我说这个是很妙，有时候我们做每一样工作都是好像就是有龙天护法在帮忙，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是一旦接到了这个法务我们就会好像无形中就有这个力量去做这是我们在跟老祖这个作为老祖弟子所学的、所用的、所感受的。很多同学也都有这样回馈说，其实原本做事情、做某件事情，怕没有信心，也是跟老祖师尊来做祈愿加持。有心就有力，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万法唯心，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愿，我们的那个态度，对，是愿大力大。谢谢我们的原班讲师，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法务工作了。对，我们下午就开始要这个整理一些餐具了。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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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从新发道场过来的，对不对？对对对对，早上。怎么称呼师兄？贵姓？我姓王。我们的王师兄，那师兄，请您自我介绍。我姓林，双木林的啊，我今天从那个新花道场那边过来的，很高兴参加这个法会啊。对，上一次有访问过了啦。对，上一次说。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赶快回台湾来参加法会。对啊，对啊。全程的吗？是啊，全程，到5月3号。对。特地回啊，师兄你也是全程，也是全程啊，你有特别请假吗？没有，这个不要请假，我们都来到这边就是放假了。是，只要到法会期间呢，大家时间都会很自动把它来。现在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道场都一一回来。那今天先谢谢我们两位师兄，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屏东的智慧长请来，我们先佛寺今天参加明天的今年的水陆大法会。是，那您怎么会有这么多智慧长请呢？这是屏东的学员的智慧长请，我由道场直接给他请上来一起，对，一起同诊，一起带回先佛寺。对对对对，是是。那我觉得我们的师兄很眼熟，但是还不知道名字，请师兄跟大家打招呼。我叫黄庆和，屏东道场第13届的学员。我们黄师兄是我们第13届结缘很久了耶。20年了。那
像今天我们是送宗籍一起回程，回到玄佛寺。对，那明天再上来做法工。那今天有要回屏东吗？有五六个师兄要开车的，要回屏东。是。我们这一次新发道，我们道场会有多少同修一起来？今天十几个。十多。今天对，全程的。全程的上来。对。那我们这一次法务工作是在哪边呢？我们给我们的那个诵经法师他们的，饮食。他们那个三餐呐、啊。我们的斋堂部分，其实每天用餐的人数很多，也都有做一个分组区分，所以这今年会是在我们的出家法师的斋宴上准备。对。这个您应该熟门熟路了吧？今年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们今年以前都是在翰林所。今年是轮到第一次在那个帮忙出家法师的餐饮，对。有没有什么工作准备在之前都已经先来做开会了呢？有准备一些那个椅子啦、工具啦、长条一些，还有那个手套啊，要准备要去处理的。其实我们来当义工呢，除了到了现场的学习之外，自己也要多准备一些东西。如果是你会准备哪些？那个椅子啦，那个汤瓢啦，那个一些手套啦，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围兜啊。如果在户外，大家会准备雨衣啊、雨鞋都要啊，雨鞋都有准备啊。对，是啊。那因为在这一次法会当中，是刚好遇到我们的梅雨季，那同修呢，除了准备我们这些用具之外，有没有多准备一些营养品啊、药品？没有。备用药品。没有，我们那个屏东上海都每个都很健康，用卡拉骨嘞。这边天气都很好。对啊，所以这边只是因为这边天气很热啊，上来刚刚好，这温度刚刚好了，还可以适应。对，我们南部同修都不怕冷。对啊，只是会怕小黑蚊。有没有来跟老祖师尊报告一下，说，我们回来做法工，请那个小黑蚊。我是不怕了，因为我订了我那个薪水洗洗就好了。对。而且很有趣一点，很多同修呢，第一次来到仙佛寺都会先供养。那是应该的啊，因为是客人要先有让他尝试说我们仙佛寺的特产。yeah, 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很多同修回到仙佛寺就像回家一样，回娘家一样了。对啊，我们每年都有回来啊。包括阿弥陀法会啦，或是什么都有回来，仙佛寺走一走啊。师父常说要经常回来走一走。回来接受老祖师尊的一个加持。对，是的。所以邀请观众朋友、信众同修常常来到仙佛寺参香礼拜老祖师尊。今天谢谢师兄，谢谢阿弥陀佛。师姐阿弥陀佛，师姐，我们今天从哪边上来？冈山道场。冈山道场，哇，我们春酒才刚聚完冈山道场。是啊。师姐怎么称呼？我是陈雅鸾师姐。我们的陈师姐，陈师姐，您现在在这里排队是？知会长的旗。对。我们知会长，您是几号？我们知会长，您是几号呢？几号旗 ？SC0082。那知会长呢？每一位都有记得非常牢我们自己的合敬的部分。对。那所以今天会有多少知会长一起回来？大概十支吧，大概十支一起在我们冈山道场合敬的知会长一起帮忙先缴回。是。好。那今天有多少同修一起回来？有23位。23位也刚好是送宗旗一起回到仙佛寺。对。好。是，非常谢谢我们师姐，谢谢。我是元芳，阿弥陀佛。哎，你好。师兄今天是从哪边过来？我从南投竹山教室，我在那里缴了，在旁边而已，对不对？怎么称呼师兄？林卫煌。
林卫煌，严姓林、哦、林双木林，哎、欸欸、对，我看见师兄手上有一个文书，刚刚对呀、啊，这个就是那个就那什么，哎、欸。做法工的那个一个，而且我是说做半天的那个法工，啊，明天再上来，啊，我等于说在工作哈，啊，早点要上班，啊，所以啊，先便一下，等一下回去。师兄很发心，我们把时间切一半，早上来做法工，下午来做工作。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年竹山教室的法务在哪里？在那个大竹路。我们竹山教室是在哦现，我们在大智路上面。对对对对。那我们教室今天有多少法工来到现场？哦，都大部二十七届的那个有十几个。那我去八个，十几个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等一下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对不对？啊，安尼安尼就可以了，你就。好啦，那我们来跟观众朋友谢谢，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好，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的丽蓉师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维新圣教电视台啊，所有师兄师姐，阿弥陀佛。我们丽蓉师姐也都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义工内容。那今年水陆法会，丽蓉师姐，您今天上来的法务会有哪些？今年的话，因为今年主要是跟道场来送终旨。然后，我们今年的法工是在那个三宝师，不是花金子，金子花金子啊，对。然后呢，今年主要我的一个还有一个工作，要到梁皇坛去拜忏。往年的时候都有这样安排吗？往年我都听师父安排。那师父是今年要我到梁皇坛去，对对。因为一些因缘、一些法缘的关系，所以每一年师父都有特别指示丽蓉师姐。其实是只有去年，那因为是我爸爸的关系嘛，所以糟了，我一讲要哭。因为是就是带他皈依之后，那师父要我带我父亲呢，就是拜忏这样子，是。其实，在参加法会或者是在我们参加义工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护法神都是在我们身边一起来参加。是是是是，我们的老祖的师尊的水陆大法会是非常殊胜，然后每次来参加我都好开心，我都先第一个先祝老祖师尊这个圣诞千秋快乐。然后圣寿无疆，然后我们这些弟子都在师父老祖师尊的保佑之下呢，我们才可以这样很平安的生活这样子。师父的大愿力也期望我们家家户户平安，国家平安。是是，师父真的是一个在我心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师父，然后老祖师尊是一个伟大的神。有很多感应在我们生活上发生，那很多同学也都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他印心的感觉。是，这是要你要自己在这个维新圣教，然后你生活久了，然后你慢慢会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大愿，老祖师尊的慈悲大愿，就是老祖要天下太平。然后我常常觉得很感动，天下太平实在好难哦。但是先一个是家里的太平，然后一个小到家里的太平，到一个大的团体太平，到一个扩大一个整个一个团体的太平。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我们中门是一个，我应该讲是一个伟大的法。这样形容应该不会超过，是因为不会有人随随便便就发下这么大的一个愿力，要做这么多事情。是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师父非常的辛苦，我就觉得说，师父哦，你太伟大了，真的是，我觉得说，虽然他的身体是不是很如，就是不是很如意，可是你看他那个精神，就让我们做弟子的都是
非常的佩服，我应该说佩服到五体投地，真的师父的精神真的太伟大啊，不是我们一般就是凡夫俗子能够去体会这样子。嗯，我们跟随着师父的精神理念，一起追随老祖师尊来修行。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丽蓉师姐在法会现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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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王越来越漂亮，谢谢，谢谢。